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9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呢，中国今天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但是它在民主、人权和法治社会建设方面的表现还常常成为国内外争论的议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围绕相关话题展开讨论。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稍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直接参与。这个小时的主要新闻内容还包括：菲律宾官员说，席卷菲律宾北部的热带风暴凯撒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0人，还有32人失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袁泉为大家播报这个小时的新闻内容。袁泉。好的，感谢许波。以下就来为您播报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伊朗国家媒体说，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已经试射一枚远程导弹。防御分析人士说，这枚导弹有能力袭击以色列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基地。伊朗星期一发射的流星三型导弹是伊朗星期天开始的军事演习中已经试射的几枚导弹之一。那么这次军事演习和伊朗披露正在建造第二个浓缩铀工厂，为这个星期针对伊朗德黑兰和项目召开的国际会议增添了一份紧迫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天说，伊朗将接受考验，在星期四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上披露其核项目活动的信息。他说，如果谈判失败，将实行制裁。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及德国的代表将与美国和伊朗一同出席这个会议。德国议会选举投票后的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大胜。默克尔宣布赢得了这次选举。默克尔对欢呼的支持者说，他希望把自己视为所有德国人的总理，以便改善全社会。两家德国电视台预估，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新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总共将赢得48%的选票。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的执政伙伴是左倾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预计将赢得23%的选票。那么这也是该党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届大选中赢得选票最低的一次。中国星期一在香港发行总额为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这是人民币国债第一次在香港发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人民币国债首次在香港发行，被认为是中国正在为逐步开发越来越多的境外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打好基础。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迎接新中国60华诞之际，在香港回归祖国12载之时，中央政府决定在香港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为支持香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所做出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唐英年说，香港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严谨的监管制度、高效的资讯流通，我们有条件，我们也有信心配合国家的金融政策，促进人民币稳步有序地走出去。香港渣打银行经济学家刘建恒说，这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无疑是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重要一步。他说，这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而且很可能会存在香港，进而扩大香港人民币的储备规模。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很多人预期将来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主要货币之一。美国之音电视报道。下个星期四是中国建国60年的十一国庆，虽然还有不少时间，但是一些老百姓已经提早开始准备了。来看报道。理发绝对是国庆准备的第一步，最基本的，你一定要在头皮上写个60，或是挂上红色五星旗。小朋友的造型简单明了，不论是长城、
还是高耸的国旗，都能够引来路人侧目。比较复杂的造型就是像理发师一样来个天安门，理发师使用的道具也丰富许多，除了理发剪之外，还要用上红色的墨水笔、毛主席玉照，还有真正的五星旗。河南郑州的这位年轻理发师已经完成了30多个国庆发型，而且全都是免费服务。菲律宾官员说，席卷菲律宾北部的热带风暴凯撒娜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00人，另外还有32人失踪。星期一，救援和救灾工作仍在继续。热带风暴凯撒娜在短短12个小时之内，在首都马尼拉和20多个其他省份的降雨量，相当于该地区将近一个月的降雨量。有关官员表示，星期六的风暴迫使30多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人被转移到学校、教堂以及其他临时避难地点。暴雨冲走了大批的房屋，马尼拉附近有几百辆汽车被困在洪水中。星期天下午，仍然有一些居民被困在屋顶，紧急救援工作人员救出了一些彻夜在雨中等待营救的幸存者。好了，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这是美国之音9月28号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60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打造了一个红色中国，从此古老的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中呢，既有令全世界惊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也包括历次疯狂的政治运动带给社会和人们心中的创伤，以及呢在追求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留下的遗憾。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建政60年来的功过得失？中国在建国前夕所许下的承诺有哪些成为现实，还有哪些有待于实现，或者哪些呢或许就根本不能实现呢？今天我们就有机会邀请到中国知名的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到美国之音在北京的演播室，围绕这些问题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展开讨论。因为我们是现场讨论，所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向张立凡先生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另外也要提醒您，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波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之外呢，您也可以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此外，通过亚洲3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朋友们，请注意。请您把输入接收器的符号率调整为26.5兆伏秒，其他数据不变。再说一遍，新的符号率是26.5兆伏秒。好，谢谢您的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现场讨论。张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1949年的3月呢，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的西柏坡呢，迁到北京。在进京的前一天晚上，据说呢，毛泽东夜不能寐，他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失败的这个教训呢，来警戒他身边的同事，要求共产党呢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并且呢，他把定都北京这件事儿呢，说成是进京赶考。那么现在6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政府呢正在隆重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张先生，等一下呢，我将和您呢详细讨论这个中共这60年来的这个成败得失。不过我想首先呢，请您谈一下中共这60年的这张考卷，您认为究竟答得怎么样啊？您给多少分呢，张先生？这是一个很难打的分儿。从政治上的承诺来看，这个民主宪政的承诺到现在没有实现，
经济上这个承诺走这个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现在那个贫富差距这个日益加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我觉得这个分很难打。嗯，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了从民主宪政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中共做的这个承诺呢到现在也没有实现。那么其实早在建国前夕呢，当时一位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他叫黄炎培先生，他就向毛泽东呢表示过，他担心呢中国历朝历代呢都跳不出一个兴衰成败的这样一个怪圈，他担心中国共产党呢未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怪圈。但是毛泽东呢却信心满满，他当时说呢，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就是呢带领中国就是避免这种历史循环的这个怪圈的一个途径。那么这个途径是什么呢？毛泽东说就是民主啊，就是民主。他表示要通过吸取人民监督政府的这样一种方法呢来实现国家的这个长治久安。据说共产党当时的这种开明态度呢吸引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开明实业派人士的这个拥护他们纷纷呢回国，从四面八方从海外回到中国呢参政议政。当时的中共好像还真有一点这个就是叫众望所归的这样一个气势呢，您看呢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1948到1949年的时候，确实有大批的这个中间势力人士倒向共产党他们之所以这个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我想呢确实就是跟中共这些个就是有关民主宪政的承诺，以及对于那个未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这种承诺有很大的关系。就当时中共的这些承诺确实打动了不但打动了这个知识精英，也打动了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这个工人阶级将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后农民呢可以这个获得他们几千年来所盼望的土地，这些呢都是非常那个这个激动人心的一些个承诺。这些承诺呢实际上在后来也都发生了变化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呢共产党当时的这种开明态度和他的承诺呢确实吸引了许多民主开明的民主人士和开明的这个实业家，那其中我想一定也包括您的父亲张乃器先生。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谈谈您的父亲张乃器先生吧。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呢都已经不记得张乃器这个名字了，但是当时无论是建国之前的七君子，还是呢57年反右时候那个著名的大右派，提起张乃器那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么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父亲张乃器先生，他是怎样的从一位民主人士，从一位实业家，从香港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成为中国首任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首任粮食部长的呢？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好吗？好。我父亲实际上他是在这个抗战这个结束的时候呢他和黄炎培先生还有胡觉文先生他们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政团，就叫民主建国会实际上呢这个民主建国会呢主要就是由一批这个爱国的这个实业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所组成，他们这个团体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民主的手段来建设一个，就是在战后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这种建国理想。那么这一套东西呢实际上和当时这个中共提出来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套这个理念是非常吻合的这个再有呢这个就是他们还希望要实现经济民主，这一点呢跟中共也是有共识的，因为毛泽东在这个双十协定签订前，就是到重庆有一个重庆谈判，
在这个重新谈判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三次会见这些工商界的领导人，其中以我父亲也在座，他也是向他们承诺，就是说将来这个中国这个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说我们是共产党，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呢我们是主张就是这个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劳资两利的这种方法来解决这种劳资矛盾。所以他这些承诺呢，对于那个当时的这些这个实业家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鼓舞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有很多人就开始对共产党有好感。而这个到这个国共后来爆发内战的这个，就是从摩擦到爆发内战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些中间人士呢奔走调停期间，希望能够避免这场内战。但是不幸呢，就最终内战也是爆发了。爆发之后呢，这个也导致了这些中间力量的分化，就是一部分人呢他就跟国民党走了，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就这个倒向共产党了。这中间呢也有就是国民党本身的腐败，以及呢这个蒋介石个人他对于这个就是个人独裁，对于这个民主的这个排斥啊，对于这个中间势力的压迫，所以也造成一部分这个中间人士呢倒向了共产党。所以我父亲实际上他是在1948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本来他是在香港做房地产，然后他得到了这个接到了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邀请以后呢，他就放弃了他这些产业，然后和李济深他们一起就在1948年的12月26号，他们坐上一艘这个苏联的船，就秘密的这个到了大连，然后进入这个解放区。这就是他这个来解放区的过程，大致上是这样的。好的，那么您的父亲和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包括刚才您提到李济深先生啊，他们都当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呢，都担任了政府的高级官员。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好吗？您的父亲是首任，请讲。当时那个中央人民政府，它有一个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话呢，这个大概党外人士占了半数以上，然后在这个就是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呢，这个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都担任了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沈钧儒呢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然后有20位这个党外的这个人士或者民主党派人士嘛，他们是担任了就是部长和政务院委员这一级的这个就是政务院的职务。我父亲当时是政务院的政务委员，后来在1952年的时候，出任粮食部长。好的，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央政府里面，民主党派的人士啊，就是非共产党的这个人士呢，是占有很高的比例的。那么和现在相比啊，张先生，您看一下，就是说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同呢？现在跟当时，现在我们只看到有2位这个所谓党外人士担任了这个部长职务，这也是近年才有的。民主党派在大概文革以后，基本上就长期以来都是副职递升制，就是说由比如说由处级副处级可能会升副局，由副局有可能升副部，但是他绝不大可能就是成为正职。这个呢是一般的，就是从文革以后的情况基本上如此。那么也近年呢，就是有2个特例，就是有2位党外人士担任了这个正部长。
好的，那么从民主宪政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看来呢，现在啊，中国共产党呢，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府里面呢，还不如就是说建国之初那个时候。好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等候在线上，要求呢参加我们的讨论。啊，这是美国之音呢，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建政六十年来的功过得失，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知名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张先生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想法和看法。首先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你好，张立凡先生，你好。嗯，我看到这个中共的我们自己大陆的媒体讲，我们的六十年呢是讲的一片开国，这个是单面的。再看看这个海外的媒体，我看他报道的各方面评价呢，就比较客观多角度的。这个中国这个国家多灾多难的国家，他只强调是特殊性的，产生了邓小平先生后来的什么中国特色。其实我认为世界各国发展，它是有共面临的共性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这个道路啊，这个议会制、民主制、多党的这个道路呢，我认为它有它客观的、普世的、普遍的一种这个基础和根据，也有一个价值也是。其实讲中国的六十年确实是一言难尽，因为跌宕起伏也比较几个字，但是它不能说明全部的这个世界。我这个与此相关的，我这个写不能毛泽东先生的什么共有国，我今天刚刚听到这个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其实我见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也这个对与毛泽东或者整个六十年也是相关系的。我希望美国这一下次专门讨论一下毛泽东这个宝贝的这个孙子。我在湖南一个地方见过他的这个表演，我对他印象很不好。嗯，确确实实，我认为他赶不上一般平民的子孙，他的里面的东西与其他跟我把他可归为是金正日的思维更合适。他应该看看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甚至看看这个戴高罗，他们这样的伟人都没有从来提出过，他不敢提出这个。这就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湖南有那么个韶山有那么个雨人，他也姓毛，他说要把韶山改为毛泽东的城。我看那户非常非常反感。我且不讲毛泽东先生的有多大共和国，先回避这个问题，就光只有提法就是非常愚蠢的。我希望中国人赶紧要脱去这种思想，真正的是这就是家天下帝王子孙。他是这本身，我不仅仅是反感，我非常气愤。谢谢。好的，湖南王先生，一会儿我们请嘉宾呢回应您的评论啊。下一位是浙江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请讲。喂，你好。嗯，嘉宾许波，嘉宾你好。你好。张先生好，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个美国之音那个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很高兴。所以我想简单的说吧，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这么长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快到了，但是呢，我想这个过去呢，还说老百姓还没这么大的反抗和怨声。我想你们都已经，这个庄先生也讲到了这个事情。哎，我现在想问一下庄先生，中国现在我们老百姓这个现在这么大的呼声，就是比如说我们浙江瓷器市现在向全球，就是说国际社会发出来这个，就这样的一个事情，瓷器老百姓在流血流泪在呼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他们能不能看到，能不能听到？而且这个国际媒体已经关注多次了，所以说我想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老百姓这样的苦苦哀求，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和这个国家领导人对老百姓的死活他们能不能关心，能不能听到？谢谢。好的，浙江孙先生，谢谢您的问题和评论。张先生，
请您回答一下，回应一下我们听众的问题和评论好吗？好好好。我想关于这个毛泽东这个的评价呢，这个我还有以及这个刚才第二位先生谈到的关于这个人民的疾苦，中共的高层领导是不是能够听到还是视而不见，我想这两个问题呢提的都很尖锐。关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功过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好像这个他统一中国这个建国是有功的，但是呢是搞文革呢是有过，这个呢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些说法呢，那就是认为可能他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坏人，可能从小从根上他就坏，然后一直作恶多端，最后到他死掉。那么我想呢，实际上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摆脱一种党派史观。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爱分派，很爱根据这个自己的群体来判断，判断是非或者判断人物。那么如果说按我们这个我们当前这个主流的这种宣传来讲，那这个这六十年是非常辉煌的，好像这个十年文革造成的这种灾难，就是不是应该减去十年，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年的大饥荒，这个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像这个三年是不是也应该减掉啊？还有历次的政治运动给这个人民造成的这种伤害，这些如果你要算功劳的话，是不是都应该从这六十年里减掉？那要这样算的话，那我看这个毛泽东这个个人来讲，他除了这个替共产党，就是领导共产党打下这个天下，然后呢让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以外，他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他究竟有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应该摆脱党派史观来观察来研究他这个人。那实际上来看，他在这个现代化方面，实际上他由于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的这种大饥荒，实际上还有包括他后来发动的文革，把这个中国的经济拉到崩溃的边缘。在这个同一时期，实际上像这个日本呢、亚洲四小龙啊，当时在战后是和中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但是他们的经济都先后起飞了，而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来讲，中国的现代化被整整的耽误了二十年，或者二十年以上。实际上我们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就是回到原来五十年代的那个起点，重新出发而已。所以要从这个来判断，毛泽东对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贡献，而且，他有很大的罪恶。那至于政治方面，就是他迫害，因为他的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这个造成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这种伤害，这个面是非常大的。我想这段历史，只要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它不是某一个宣传机器说话就可以算数的。好的，张先生。那么这个是我想对毛的一个评价。好的，张先生。刚才张先生呢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呢，我们要摆脱，就是说呢，个人团体这方面的背景来考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要是单从个人恩怨这个角度上来考量的呢，恐怕张先生最有理由呢，就是说把毛泽东贬得一无是处，是不是？因为呢，就是您的父亲张乃器先生确实在反右斗争当中呢，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刚才我们谈到您的父亲呢，尽管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这样的高官，尽管呢他是一位极有口碑的民主人士，但是他的命运从高峰到低谷也似乎只是
一夜的时间，是这样吗，张先生？那是这样的。那是实际上，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以言治罪，对，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建国的时候，这个共同纲领它也是规定了这个人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呢这个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些在共同纲领，就是1949年的这个建国的时候通过的共同纲领里都是这个有规定的。但这些东西就是共同纲领后来实际上是被这个毛泽东以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以后，实际上就把共同纲领是废止了。好的，其实呢，您的父亲的遭遇呢，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这一个缩影。有人把反右运动呢说成是一个中国人口淘汰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成是中国人口素质淘汰的这样一个过程。50万人当时被打成右派，这50万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50万人当时呢，都是中国可能是在中国当时最有知识，也呢最有风骨，都是像您父亲这样啊，叫做只认真理不畏权贵这样的人物。那么把这些人的声音压制下去之后呢，中国就没人出来说话了。所以后来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啊，直到后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闹剧呢，恐怕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许多学者呢，把反右斗争开始作为中国人口素质淘汰的这样一场悲剧，您的看法？这是一个逆向的淘汰啊。而且这个从中国的知识界来讲，从这个清末的维新运动，到后来的辛亥革命，然后到五四运动。他们这个从中国的这个知识精英来讲，他们是有一种民主的传承的，但是这种传承呢，到了1957年的时候呢，就被打断了。实际上这个对这个知识精英的这种迫害它中断了这个，一个是几千年来中国这个士大夫的这种，以这个天下为己任的这种传统。一个是近代以来，就是这些个在中西这个文化这个对撞的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科学与民主的追求也被打断了。所以从这个57年以后来看，确实就是我们既看不到科学的发展观，也看不到民主的发展观，完全变成了这个个人专断。好的，现在我们呢，继续讲，张先生，您没讲完，对不起。所以从这个来看，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评价这个毛泽东的功过来看，他对于这个中国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这个民族精神的这种摧残，是从57年开始，然后在这个1966年，他又发动文革，最后呢，他是达到了这种摧残达到了极致，所以呢，导致在文革之后，这个中国人普遍的就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不能够就是没有办法和谐的这个原因之一。好的，谢谢。现在呢，我们来听一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都有哪些想法和看法。湖北的马先生，电视观众，你好。喂，请讲，在我们节目上。中国马先生好，请讲，抓紧时间。中共。对不起，马先生，您可能打的是手机啊，您这个声音呢信号不好，断断续续。希望您呢再打座机回来参加我们节目啊。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丑陋的中国人，我认为证据之一就是毛泽东的死尸现在还在北京首都的中心，还停在那儿。大家想一想，哪个人哪个民族也不会把一个别人的死尸摆在你们家炕头上，或是摆在你们家庭院里。可是丑陋的中国人
这一部分中国人这样干了。我不反对毛泽东，因为大饥饿毛泽东没有把我饿死。我恨毛泽东是因为我爷爷在大饥饿中被毛泽东饿死了，毛泽东还杀了林昭、郁乐克、张志新，可是这些人还在什么纪念堂。所以我提出来国庆节创意，我提出来要把毛泽东的尸体一克一克的，以克为单位把它卖掉，从100元到10万元一克。很多热爱毛泽东的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你们可以买呀，你爱毛泽东。好的，好，谢谢孔先生，谢谢您的评论。我保证我的版权和创意。好的，谢谢。下一位是吉林的单先生。吉林单先生你好。好，我非常同意嘉宾、主持人和上面听众的讲话，他们千真万确，有理有据。我认为中共执政以后呢，就是乱折腾，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30年以前是越穷越革命，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是资本主义的晚点不要社会主义的正点。30年以后呢，现在什么情况呢？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造成了社会腐败，道德沦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这仅止于例。中共执政以后鼓吹消灭三大差别，大家想一想现在的三大差别是何等的大呀。谢谢听众，谢谢嘉宾。好的，吉林单先生谢谢您。下一位，北京的林先生，电视观众。林先生请讲。哎，你好嘉宾，嘉宾好，主持人好。我看这个中共这得失，这个这张乃器先生凭毛泽东那句已经给他说到了位了。是怎么说的？就是说，常肥必定脑满啊，得理而后心安。哎，我还建议就是说，这个当初的那个几个党派，民主党派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政治太残酷啊，有粮票有什么，谁确实也没办法。现在呢，应该是有办法了，应该是该出来说话的时候了。这几个党派要再这样下去，就被中国人认为是那确实是共产党的帮凶了，他现在该出来做一些事儿了。好的，不会那么残酷了。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您的回应，您的看法。我觉得刚才这个有几位观众讲的非常有意思，我本人也有同感。比如像这个谈到这个毛时代的，我们可以谈一谈毛时代的这30年，和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大致上有这样一种观察，就是前30年呢是均贫富，就是搞这个阶级斗争为纲，搞这个一大二公，然后呢把这个全国的财富呢把它集中起来掌控起来，但是呢并没有这个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是呢平均的分配了贫困。也就是说呢，这个前30年是均贫富，但是其后果是均贫。那么这个后来这30年，也就是所谓改革开放的30年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分贫富。为什么说是分贫富呢？就是提出来说要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呢，如果说前30年他是用这个革命的名义来这个集中财富，那后30年就是以改革的名义来瓜分财富。这种瓜分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也没有像建国时候的承诺那样让人民共同富裕，而是呢这个加大了这个两极分化，这个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现状。所以我想呢，这个从这两个对比来看，确实目前就是我们这一套政治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尽快的加以改革的话，我觉得这个前途是非常这个危险的。好的，张先生刚才呢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对
中共见证这六十年来的许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呢，都做出了这个一定程度的这个剖析和呢这个揭露。我们在认识到问题的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许多国内的文章还有许多国外的文章呢，也指出中共的一些历史功绩。比如说呢，人们有人认为中共至少两大历史功绩不容抹杀。第一，就是说它初步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许多国外文章也是这样说啊，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是历朝历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在1949年，美国一位国务卿呢，他叫艾奇逊，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他也指出啊，就是说呢，未来的中国政府，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恐怕是任何中国政府都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可以自夸地说啊，他把人民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富国强兵这个问题。富国强兵呢，张先生是近代史学者，富国强兵呢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们的一个梦想，一个目标，但是呢，可惜都不能实现。过去的150多年来，都不能实现。那么今天呢，中国共产党说呢，是他把中国呢变成了一个这个老百姓富不富不敢说，但是国家是非常强盛，国家是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富国强兵的这样一个目的，共产党实现了。您是怎么看待啊，张先生？我想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两种评价的？对，好，第一个问题呢，好像还真和我父亲曾经担任的工作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在1952年的时候呢，这个他担任粮食部长，然后不久呢，这个中共呢就推出了这个粮食统购统销这么一个政策。这关于这项政策呢，实际上负面的评价是很多的。我本人对他就是当时虽然是我父亲的任内出台的这个政策，我从学术的角度我也是有批评的。就是说呢，这个粮食统购统销这种思路呢，实际上从这个1949年这个新政权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当时呢是一种权宜之计，比如说为了打击这个投机资本，当时呢这个在1949年底的时候，这个中央政府曾经是囤积了大批的这个粮食啊、棉布啊，然后一下子抛到市场上去，让这个物价一下子下来，这个作为一种这个政府干预的手段，当时就是采用过。然后到这个后来不久呢，就是朝鲜战争爆发。那么当然在战时体制下，对于粮食来讲，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会作为一种战略物资来把它控制起来。但是呢，这种控制呢，一般就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就会取消的。可是呢，这个我们这个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一下子实行了30多年，等于从这个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就把市场经济消灭了，就是这是消灭市场经济的一个开始。当时那个我父亲和这个杜润生他们去向陈云汇报的时候，曾经就是谈到很多种方案，就是说采取这种这个就是统购以外的方式或者是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最终没有被接受。当时薄一波也说是一共有8种办法，最后呢这个陈云就选了这8种里的最后一种，就是说这个统购统销这种办法。但这个办法呢，我们不能说在当时没有效，当时确实就是平均的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呢长期的实行以后呢，一个效果就是它消灭了市场经济，同时呢它以剥夺农民为代价来这个发展重工业，这个使这个城乡差别这个日益加大，
这些后遗症呢，是当时，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根子。至于说现在说中国这个政府解决了吃饭问题，那实际上是因为恢复了这个市场经济。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六十年代初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你不能说这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倒是到了这个八十年代，这个搞了市场经济以后，才能够解决，基本上解决这个人民的温饱问题。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富国强兵的问题。刚才谈，富国强兵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就是富国，眼下我们所讲的这种富国强兵啊，或者说是一种带有什么爱国主义啊，或者是民族主义这种色彩的东西，当然说这个一个国家，你想成为一个这个地区性的或者世界性的大国，这个富国强兵是很有必要的，是不受人欺负啊，等等等等，这些我承认。但是呢，要看你以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作为代价。如果说我们是一种穷兵黩武式的这么一种政策，那么就是说它是以剥夺这个人民的，以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素质和生活水平来作为一种代价，以剥夺他们的这个生存权利来作为代价，我觉得这种富国强兵意义并不大。就是说你可能达到一定的这个军事装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素质上的这种这个提高，但是未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军队也很腐败啊。一个腐败的军队，我看即使他再强，如果他是很腐败的话，真正的战争来的时候他也未必打得了仗。这个呢，这个我想可能我们不要片面的来理解富国强兵。我觉得真正这个国家要富强，还是人民要富裕，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这个藏富于民而不是剥夺人民，这个国家的这个软实力和硬实力才会有保障。好的，张先生，谢谢。现在呢，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下一位是福建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吴先生，那个主持人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说的那个25秒，它是挑哪个地方呢？对不起，这个技术问题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讨论当中不谈。吴先生，希望以后呢，您给我们的这个技术专家打电话。我想你问李先生一个问题。张先生。张先生，对不起。那个就是张先生的父亲是管粮食的一个高官，我想问一下，就是粮食官的时候，饿死那么多人，是他这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好的，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回答您这个问题啊。但是我想纠正一下，张先生的父亲当这个粮食部长的时候呢，是在中国所谓困难时期饿死许多人之前啊，与张先生的父亲肯定是没有关系。下一位，海南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许波您好，还有张先生您好。回顾一下中共建政的60年呢，它始终跳不出呢中国历史的一个怪圈，那就是一个政权呢从建立，然后呢到兴盛，最后呢到败亡。当年呢，民主人士王延培先生呢在延安的窑洞也和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他问毛泽东说，如果中共建政以后，如何摆脱这个历史性的怪圈？当时毛泽东呢就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共产党呢已经找到了一条道路可以摆脱这个历史的怪圈，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呢，60年来的实践和经验就证明，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条路呢，根本呢就无法代表民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意机关呢不是由全国的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民意来行事的。好的。所以呢，我说呢，中共呢，它的建政60年的功过得失呢，它最大的败笔呢，就在于它的执政过程和行为，根本就是鄙视民意。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海南的唐先生，我们还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希望大家时间不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简单的
表述您的观点和看法。下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电视观众。赵先生您好。你好，张先生好。我想说这60年当中呢，之所以社会你所看到的这种进步，主要是还是科技方面的进步。从政治方面来说，它只是在倒退。中国今天的专制程度和这个官民的矛盾的这个尖锐程度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和秦始皇时代也差不多。好的，明白您的观点了，赵先生啊。下一位，安徽的陈先生，电视观众。陈先生您好。喂，我讲的很快。中国60年的前30年是这个农历社会，后30年是动物世界。谢谢。好的，最后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抓紧时间。黑龙江的张先生，哎，你好，你好，你好，请抓紧时间。中国近10年的发展，可以说近十年发展就是在于这个江的时期和朱镕基的时期，在于就是胡锦涛、温家宝。那就是粮食问题，就是在朱镕基上任以后，对粮食可以说大刀阔斧的一些整治。张先生，我的看法你说是对不对？谢谢。好的，张先生，刚才呢，我们听众观众们。张先生，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们啊打来电话，提出许多的问题啊，提出许多的问题啊，请您综合的回应一下吧，就您能够记住的、您有印象的一些问题。喂，张先生。喂，这。哦，现在我们的和张先生的线路呢有一些技术故障。下一位啊，我们继续来接听啊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下一位是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讲。你好啊，张先生你好。那个我刚刚听了一个福建那个先生提到那个问题很幼稚，他说张先生那个是高官。这个这样那个事情很过了很多年了，我想中国人啊现在缺乏的是一种历史。那么像张先生是研究历史的，那么像张先生父亲那一代的这个事情呢，从反右到饿死人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知道的很少很少，所以说一定要让中国人知道这些事情，他才能对历史有个真正的认识。像现在大陆上就存在很多还在有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我觉得很可笑。他们不知道是真实的历史，如果他们知道了真实历史，他们喊得起来吗？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北京的这位先生。现在我们还有大约1分钟的时间哦，我们请啊我们的嘉宾张先生呢，再综合性的回应一下我们听众和观众们打来的电话。张先生，那个我想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规定呢，是由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这一点就是时间已经历时60年，并没有真正实现。这是一个我的深切感受，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民主进程上，在这个问题上，60年没有进展。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想到这个57年的时候，有一位党外人士叫张奚若，张奚若先生他讲了16个字，然后让毛泽东很愤怒。他说：“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轻视以往，迷信将来。”我觉得这16个字，所提示的这些问题，到现在还依然还是没有解决。好的，谢谢张先生。还是没有解决。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也欢迎您直接登录我们的因特网网站，或是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下面就是登录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美国之音中文部网址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由美国和泰国资助的两国研究人员说，一种实验性的艾滋病疫苗第一次将人类艾滋病毒感染的风险降低将近1/3。这种实验性疫苗把16000多名泰国自愿接种疫苗的人的感染率降低了将近30%，使科学人员大吃一惊。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在泰国的村庄，医生做出了一个可能帮助防止世界上最致命的一种疾病发生的惊人发现。在3年的时间里，16000多名泰国志愿者参加了艾滋病实验性疫苗的临床实验，结果发现这个疫苌将感染的风险减少了30%多。这项实验的负责人苏帕差医生说，这是一个突破。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证明可以开发出一种疫苗来防止疫苗之间的感染，这是今后开发疫苗的基础。科学界的很多人本来不指望这次的实验会产生积极效果，因为这个疫苗实际上是两个老疫苗的结合，分开来的话，这两种疫苗中的哪一个都不能防止 HIV 病毒的感染。但是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种疫苗就使免疫系统对病毒发出攻击，另一个疫苗则加强攻击的强度。不过那些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人士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这种疫苗对于已感染者的病毒水平没有作用，而是让病毒继续损害机体的免疫系统，与没有接受疫苗接种的艾滋病人没有区别。艾滋病患者当蒙说，这离我们期望的还很遥远，但是只要他们继续研究，我们想要的结果是可能获得的。毕竟在所有其他组织的尝试之后，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缕希望的曙光。科学家们强调，不清楚泰国的疫苗是否会对美国、非洲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 HIV 病毒种类产生抑制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有3300万人2007年感染了艾滋病毒。美国驻英国大使艾瑞克·约翰说，像泰国这样的研究对于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具有关键作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好的，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们发表的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邀请国际问题专家谈奥巴马政府的中国政策以及未来的美中关系。欢迎您呢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就这些问题发表评论或是提出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中呢请我们的嘉宾做出回应。好的，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波，祝各位晚安。时事大家谈。